你敢不想要帮我？你是要对了来砍去呢？哎呀，出言差异，你连情都不，你是要对了来砍去呢？那会人生的你就跟我踢球啦！你敢不想要办法会当帮我找个桃花？那是有缘，那个人注定就会出现；那是无缘，又何必强求呢？但是。 细汉的时阵，算命的讲我三十岁进前无找到真命天子，我的时间就歹看啦。哈、啊？是安尼？哎呀，为你的面相看开，有影实在。你命中有这个劫数，劫数难得啊！啊，不过我跟你讲，那是因未了解。真的，我就知影你一定有办法好帮我解，你拜托你给我指点一下啦。唉。 我本来不该老实天机，但是看到你甲我咱两个的缘分。钱无问题，拜托你帮我解，到底要安怎解啦？唉，唯一一个方式，就是你要死之前，你把你的面比用个较水嘞，你安尼就会死了，真好看咯。